大家好，大家好，飞为宝顺，由你讲嘅时间又到啦，李师傅你好，系卢会长，今日有咩新嘅题目咧？嗱，咁样嘅呢题题目咧好得意，我哋之前系，我记得好喺之前都问过，但系佢问嘅问题啱啱相反。诶，点解咧？佢个问题就咁嘅，佢话请李师傅咧解答一下，何谓练功不练拳，犹如舞陀船？咁呢句说话咧，我记得之前我哋讲过咧，就系练拳不练功，道路一场空。系啊，咁啊点去两个咁唔同嘅角度睇咧？我谂呢位朋友咧，其实对武术咧都有啲研究，或者从我呢个文字上、书本上都睇过好多书。好处系两件事，但实际咧系同样系重要嘅。咁以前我哋话练拳不练功啊，道路一场空啊。你识打功夫，但系你从来都唔练功嘅，咁你到头来咧都系白练，都系好似喐手喐脚咁样。咁调翻转讲，佢就话练功不练拳咧，犹如舞陀船咧。其实都啱嘅，我作一个少少嘅比例嘅讲法，譬如我练硬功，我练铁砂掌，我劈砖劈石，我每次咧可能一嚿砖、两嚿砖、三嚿砖、五嚿砖我都得嘅，但系出现咗个问题，你劈嗰阵时咧，你喺一个静止嘅形态之下，你要透过思想嘅静啦，做好呼吸啦，做好热身咧，一刹那将个砖头劈落去，呢个系你同个砖头之间两个系单独嘅，而呢个砖头系唔会走嘅，冇错。你都系企定一个嘅固定嘅地方，固定嘅姿势。好啦，咁犀利啩，五嚿砖都劈得烂，好犀利啦吓。咁但系如果你同对方对定嗰时咧，对方系不停咁移动嘅，前前后后揼揼转，你唔知边度。好啦，你咪出现咗问题啦。原来你要发力嗰时咧，系需要有一个准备，例如我一个呼吸，例如我一个精神上要集中，咁先能够发力。咁如果咁人哋不断喺度移动紧啊，跑动紧啊，围住你。又拳又腳咁進攻時咧，你會唔會係喺咁快嘅時間裏反應到係集中到精神，或者做到個調節功夫嘅出嚟咧？咁咪啦，好啊！如果你話原來你唔得嘅話咧，咁你就好被動啦。係，咁就算你嗰、那個硬功幾強都好啦、你因為人對方移動咧，你係追唔到人，你係發唔到力，反而咧你係完全被動，受制於人嘅。咁呢個咧就正式咧就係你有練功，但係你冇練拳。呢、這個練拳咧就話你一個。缺乏你技术啦、包括你嘅腰马嘅走动啊，点样嘅防守啊、进攻啊，系直拳啦、定系横拳咧、定系短拳呢啲，你冇练习到咧，咁其实你又真系唔能够对敌嘅。系，即系咁讲，如果你咁讲话，即系你个例子咁样举例嚟就系、是，可能佢就系、是、佢全部主动嘅，我几时斩落去，我运好晒，即系对方系被动，全部系一个被动。冇晒反应，冇晒反抗嘅，咁你做咧呢、這个就达到你嘅嗰个一定好效果。但系对互动嘅时候咧，麻烦啦，因为佢唔系企定喺度俾你，唔系好似我哋拍电影咁，我哋呢个镜头定咗，然后你再慢慢点样展现你嗰个准备啊、运气啊嗰个时间内，咁啊到时候咧，其实你好难去掌握得到。系啊，咁所以呢个咧就，其实我又谂下，两个都其实都刚才讲嗰、那个练拳不练功。道理长空，同埋一个练功不练拳，犹如舞太船咁样。呢其实两个都系强调唔好放弃某一样嘢。冇错，要点样即系拿捏得好。咁但系喺我记忆里边啦，好多年前嗰时候我都系十零岁细路仔喺修顿球场，就有一个中国嘅武术队嚟香港表演。咁其中有一位结尾嗰阵时候，应该结尾嗰阵时候，有一位老前辈，我记得个名，因为好容易记，叫朱彪，叫朱彪，一位老人家嚟。咁佢做咩二次船？佢二次船咩？就唔係固定嘅，佢揸住篤篤，佢行緊向四邊方向篤俾人睇嘅，佢唔需要點樣集中精神呼吸，佢總之揸住就篤，揸住篤，好犀利喎！嗰啲一啲長條型嘅石春咧，真係好似豆腐咁嘅啫。佢呢啲咧就可能咧就練到咧，頭先我哋講樣，兩樣咧佢都能夠掌握。出神入化啦，出神入化，即係佢活動緊行緊。咁篤佢個硬度，佢個爆發力咁強嘅，佢又唔需要話我擺低喺度，我先行個圈點調節好，集中精神
一下掉落去。咁所以咧，我谂呢啲老前辈咧，系经过一个长期嘅练习咧，佢两方面都拿捏得好咧，就真系真系。即系好似有晒方向睇嘅船啦。系啦，即系知道某个目标去到啦，就唔会话即系冇太船咧，唔知点样应对。好啦，希望呢个都系大家练武术嘅朋友都系要即系、就是、要注意，就系话点解有两句说话出嚟咧？可能就系两边都有啲唔足够，所以先有句说话出嚟，警醒大家或者提醒大家咁样啦。希望呢个解释去帮到个朋友。好啦，咁啊，另外咧有个问题啊，咁呢个朋友问咧就话，武术脱离咗实战，系咪不利于武术本身嘅发展？呢、这个就肯定嘅，因为我哋武术咧就系武打嘅技术或者武打嘅艺术，系咪？呢、这个术咧系要经过学习噶嘛。咁、原来你学过埋埋，原来你系唔知点为之叫武打嘅，咁咪变咗同你学嘅嘢不相符咯。系咪？你学武术咧，你就知道武术咧系可以进攻，可以防守。只不过咧，我系唔会同人生事，我系唔会随便同人动武打交咁解啫。如果你我学完之后咧，原来我咩进攻我又唔知，点样防守我唔知咧，咁啊真系咧浪费咗时间。即系真系个表演咧，我就吓几靓喎，演得即系嗰个表演个方法。唔系，咁你好多跳舞蹈啊、拉丁舞都表演得好。即系唔好成为武术，就唔好成为武操啊！武术嘅体操系啦，咁其实实战咧，嗱，我呢个强调就实战唔系真系打交嘅，系嘛？因为其实武术原身嗰个最主要嘅个功能就系真系实战，真系解决一啲实际问题嘅。咁啊，而家你知社会发达咗啦，就唔可能真系用拳头解决问题噶啦，系唔可能噶啦。咁我哋又唔系鼓吹话一定要打交，又话实战嘅意思就话咧，其实可以喺唔同嘅师兄弟里面对比赛啊。对策嘅时候可以一啲训练嘅。唔系，你可以喺个安全嘅情况之下，譬如我有拳套啊，有护甲啊，有安全嘅保护条件做足晒之后咧，你其实可以咧，大家用真系十足，所以去搏击对垒嘅嗰个态度。咁你可以用喺我可唔可以我哋规定一啲安全守则，或者我哋大家一齐咧初学嘅，我哋只系规定用呢几种拳法，或呢几种脚法，我就喺对敌。好啦，大家对策。当佢嘅技术提升咗，因为点解你要闪避噶嘛，你会惊噶嘛。如果我能够纠正晒以前嗰啲新嘅地方啦，技术提升咗时咧，你可以自由对垒，自由追。但呢个咧都系一个咧系一个训练。譬如话你一个准备出赛比赛啊，咁我就训练要唔同嘅对手去累积一啲经验咧，放喺赛场嗰边咧争取胜利。咁但呢个咧就同话我喺街乱咁同人打交咧系两回事。系啊，因为我见到啲师傅去示范嘅时候都系个拳头真系到嘅，不过佢嗰个力就到啱啱到点就停啊嘛。系，咁唔系即系打落去啊嘛？呢个即系我谂呢个系一个反应嘅练习啊，都系好必要嘅。咁但系实际如果你对敌嗰时候，你手唔能够停啊嘛，要真系到啊嘛。咁但系呢个咧就要第一你要掌握呢种技术，冇错。第二你要即系评定一下当时系咪真系需要打交，冇错。啊个环境系咪真系达到咁危险咧？我都觉得有个考虑思考嘅就话个竞技武术嗰个规则。是不是定得要更加即是要武术界真的参与那个规则先得？因为如果普通而家话竞技武术里面，可能佢都是定得太多嗰啲规则，根本就冇实战嗰个效果嘅。因为竞技武术咧，佢其实都有一个表演形式，系啦，表演形式，佢就冇系要求你有一个攻防技术嘅，系啊，攻防技术你每个门派有自己嘅长处噶嘛，每个门派有自己一个对敌嘅方法噶嘛，即系如果你话。你要太多限制咧，就达唔到嗰种效果出嚟。系竞技武术又另外一个原因就系纯粹个表演啊嘛。佢同埋系计分啊嘛，计几多分就打到一个就得噶啦。咁系，所以呢个都系要点样去改进佢咯。因为其实呢个都系要大家要思考嘅。因为其实武术如果脱离实际嘅实战咧，的确系有个佢嗰个对个传承啊有影响。系啦，完全冇意义噶啦，真系。OK， 好啦，咁啊讲到咁沉重嘅问题之后咧，再问一问师傅一个问题啦。系。佢话请问你师傅。如何运用人体运动学的原理来理解中国的武术？人体运动学呢啲系嗰啲好科学嘅名称嚟嘅啫。喺我啲古老嘅武术里边可能用得尽，但系喺我即系咁样一时间理解就话，譬如你个人体嘅运动学，人嘅身体大家都系两个手两只脚嘅，系咪？你点透过运动而提升你嘅身体条件？提升即系。你练武术都因为透过武术运动，将你嘅身体条件提升。譬如我嘅拳系好快，力度好大，我嘅脚系马步好稳，同埋咧我闪退咧系好灵活。咁呢个咧其实都可以透过你嘅运动咧，同埋一啲方法啊，
去慢慢咧去改善你身体嘅质素啊，或者你身体嘅技能啊，可以讲噶。嗯，我谂佢嗰个运动学嘅意思就话咧，其实有个骨络啦，即系骨络啦、关节啦嗰啲啦。关键系个肌肉啦，嗰啲就系嗰啲力量嘅运动。咁同埋咧，呢啲运动之后咧，你仲要考虑到嗰个脑筋点样去，即系点样应对。即系光系呢啲咁样嘅骨络啊、关节啊、肌肉咧，啲系硬嘅。咁但系个软性嘅就系你点去？你要对嗰个技术咧掌握得好强。系。你个嗰个技术嘅来源咧系好丰富，不同嘅各方面嘅知识你都收集咗。好啦，另外咧，你会有一啲系比较。好，頭先我講嗰啲訓練性嘅、對抗性嘅比賽練習，咁對方喐嗰時咧，你能夠盤算到對方下一個招式係乜嘢，咁你先能夠防守好啊，還是唔係咧？我唔夠走咯，我先走先咁樣，咁你都有一個應對嘅方法啊嘛。係，仲有你去制止嘅時候，你點捉佢嘅時候啊？捉佢嘅時候，捉某啲關節、某啲穴位，你知道嗰個結構裏面，你係可以發揮到作用嘅。因為喺身體裏邊咧，有啲地方咧係嗰個痛嘅感覺咧。是明显强啲嘅，咁你如果你话我对身体嘅结构认识得比较丰富咧，咁同埋你透过练习咧，学你或者咧，我捉嗰时咧，我系专系希望先捉某些位置，系啦，令到阵痛，令到佢咧丧失个战斗力。冇错，希望咧就你今日咁样嘅解释咧，就帮到啲朋友理解多啲，因为其实人体运动学咧，其实呢个都系个科学嘅一个用语啦。咁啊，结翻我哋传统武术咧，可能有一啲。要大家要即系要配对翻落去嘅，咁但系个原理都系，总之骨络、关节同埋肌肉，同埋你个人脑嘅思考，呢啲系分唔开嘅吓。咁好啦，今日时间差唔多，咁喺度咧就提提大家咧，就系11月29号咧，我哋喺西湾河电影资料馆里面嘅电影院咧就 book 咗场嘅，就系、当日咧10:30咧会举行一个香港非遗大圣劈挂门全程影片观赏总结会嘅。咁咧就到期时咧会仲系我哋嗰、那个摄影比赛嘅颁奖嘅一个仪式，咁希望咧大家就留意呢个时间，我哋或者会喺我哋嘅网站里面咧会公布嗰个详细情况，希望大家出席。咁啊，今日时间差唔多，多谢晒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